来电了，你们几个怎么还闷着啊？我亲爱的小张老师，你知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啊？你怎么就吃上了？你是有多饿呀？就是嘛，叫了那么多次也没反应。哎，还有你，到你了，到你干嘛飘来飘去的？吓死人了！这是我家，我乐意，知道吗？这变牌的可比打牌的还有意思。拿几个苹果过来吃啊！再拿两杯水，不要再飘到人家后面，好晦气哦。有人说，女人有两种，一种是假正经，一种是假不正经。这些三高未婚美女，很多人管她们叫剩女，但是我喜欢叫她们 VIP。因为他们 very 爱发脾气，尤其对于我从事的陪哭陪笑这种新兴行业来说，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VIP。而我，就如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。出租车钱呢？哎，谢谢。喂，自行车停在那边啊。对啊，就咱们俩。哎呀，好，哎，没想到你人这么瘦，你这饭量可够大的。饭量不大，都是为你点的，为你接风嘛。来，哇，来，赶紧吃。我看我就不吃了。为什么？我只吃素。一路畅通，同等质量，价格。江河家具城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。呀，我这脸色咋这么难看啊？这位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位，是没倒过时差。你可别小看他，他就是我表弟王二宝。因为家里的菜地都租给了城里人，所以整天无所事事。表叔希望他能够从我这儿学点本事，可是他自己却有一个明星梦。你看他，我很心疼的哟。除了身体胖了点，眼睛小了点，鼻子塌了点，嘴巴大了点，哼，冷眼一看，整个就是大了一号的刘德华。所以他总说自己是命中注定，就应该当演员。因为他们都说我长得特像那个演那个什么，演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演员，什么跟什么。伸展运动，预备，起，一，
哇，像车尾女，等我有了钱，一定要让丽丽也开上这么一辆。我辞职。莎莎，别闹了，你这不是逼我吗？你为什么呀？没为什么，就累了呗。你是想放弃工作，还是想跟我分手？随便吧，反正你明白我的意思。你不想逼我死吗？那好啊，你死一个我瞧瞧。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？我是嚎啕大哭啊！太没技术含量了！你看看，左右几家人都在勾心斗角，你嚎啕大哭，知道吗？你就是请来的宾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认爹分钱的。那该咋办呀？这时候我该怎么办？那还不简单，咱就跟他比，比他哭得更卖劲就成。再怎么着也不能比他们差呀。错，他们哭得那么夸张已经很假，你比他们还要假，大家一定知道你是托，心里骂还来不及了，有谁会被打动了？那咱们可咋办呀？只有明白哭的真谛，才能像我这样成为情感导火索。不好意思，喂，丽丽，对，是我不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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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是我不对。古人说得好，他说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嗯，宰相肚子里跑火车，笑了。笑了就是没事了。OK， 鞋收到了没有？喜欢吗？比桂花还麻烦。好，那就没事了。OK 了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先挂，拜拜。哎，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？那我猜不着了。不过肯定不是嚎啕大哭。对不对？这样子的客户根本不需要咱们，那咱们不是失业了吗？咱们应该嚎啕大哭才对。满堂哥，我拜你为师吧。好说好说，
这是好几个专家帮忙下的定义。简单说就是，人家给钱，咱哭；人家给钱，咱笑。怎么不说话？有听见我说话吗？怎么不回答？哎，别动！哎呦，咱们是在约会吗？怎么好像是搞得地下党在接头一样？哎，说真的，这样子偷偷摸摸我真受不了了。你不是说好了要给我们中间多一点空间的吗？对啊，我就是说，我们之间要有足够的空间啊。满堂哥，丽丽姐在这儿工作，那她得长什么样啊？等你看到那双红色的高跟鞋就知道了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要打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，你别动。神经病啊！别动，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有钱还是有命？开玩笑的，丽丽姐干嘛这么大脾气？哇，段长。他是谁啊？八岁时，我最喜欢一群人一起过生日。十八岁，我开始喜欢两个人过生日。现在，我最讨厌过生日。嗨，莎莎。Hello， 莎莎。哎，嗨。莎莎，哇，你今天好美啊！生日快乐。Hello。Hello， 亲爱的。嗨。嗨，亲爱的。Hello， 宝贝儿。哎，莎莎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可大家对别人的生日却变得非常热心，仿佛不是过生日，而是过瘾。谁说女人三十豆腐渣呀？快看我们莎莎，简直就是块嫩豆腐。莎莎，许个愿吧。对对呀，我说莎莎，你这许愿也太快了吧！太快了！哎，莎莎，你许的什么愿呀？哎，这许的愿可不能说出来，否则他就不灵了。你谁说不灵了？我上次过生日许的愿就灵了。那你怎么还没嫁出去啊？女人最可悲的就是一辈子都想找到个能依靠的男人，可到最后发现周围只剩下一群比她更靠不住的女人。我的愿望是永远别再过生日。以后不准再去那儿找我了。你以为我不去找你，其他人就不知道了吗？知道，知道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孟娜今天都说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了。喂，你确定你没有男朋友吗？
你不是也没有女朋友吗？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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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小妮子，你在等谁？讨厌！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？怎么就遇不上一个大款什么的？大款？哎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小名的？喂，当心！砰！砰砰！这个同志就是同一个战壕里面的战友，小心点！砰砰！一个阶级里面的弟兄，砰砰！就不要不说话嘛。算了，你还是回去陪你那个什么阶级兄弟吧。他 ？One two three four， 他！我不陪他，就算他现在出现，我都绝对不陪他。哦！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是118公车站啊，还用问？啊，谢谢。喂，哎，桂花，你听见了吗？我没骗你。喂，哎，我没骗你。对，喂，哎，什么女的？喂，哎，桂花，桂，嗯，有个信号啊。桂花，桂花，说说话呀！来，桂桂花。哇！要想当个好演员，哭和笑的训练同样重要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再从最基础的入手，教你个斯坦尼斯拉夫的方法。什么南斯拉夫？就是在生活中寻找相似的体验。比如，你先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服务员，你脸上是不是要有微笑啊？请问有位子没有呢？
我看啊，法语你就别学了，先学着减肥吧。李丹，哎呦，开始了！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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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是驴。哎，你们也赶大集吗？绑猪杀驴可都是家里的大物件。这是法语，你懂不懂？只要你学会了这几句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法国混了。啥 ？OK。Monsieur 就是先生 ，Madame 就是女士。帮助就是你好 ，Salut 就是再见。原来法语就这么简单呀！本句，哎，你别说，人家还真讲道理。你看啊，这汉子他就卖鞋，女的呢就卖蛋，好朋友见了面又绑猪又杀驴的。哎，还有没有？等等等等等等，你看这电视，我说我的法语。买鞋，买单，帮助，三驴。你可是让我怎么做人呢？你可教我怎么活呀？你说你怎么让我活呀？你，爷，你怎么让我活呀？你怎么让我活？你可叫我怎么活呀？这可叫我怎么活呀？这可叫我怎么活呀？啊！这句台词啊，我在很多部电影里都用过啊。我可以让他的内心更丰富一些。行为更剧烈一些，矛盾与冲突更加强烈一些。假如我是一个工人，我可以说：“哦，天哪，这可叫我怎么活呀？”假如我是一个农民，我可以这样：“哦，这可叫我怎么活呀？”假如我是一个知识分子，我会说：“这可叫我怎么活呀？”你可叫我怎么？哎，你咋来了？这可真叫我怎么活呀？怎么了？选上了吗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我表现不好。为什么？看来练习哭和笑还真有必要。那是，尤其是。当演员嘛，哎，你看一下他们这段台词，其实呢，他们并不是要你表现对这个故事背后的理解，只是要你。哎，要什么呀？要什么呀？你。过来。你。算，该你了。我？对呀。干嘛？快说话呀！好，就你了，明天进组。啊，收工，还不收工？这词儿是写给女演员的，临时拿来就是看看他们的情绪变化。龙套能有多少台词？就是他，给我打！哥们儿，新来的吧？你是来砸兄弟们饭碗的吧？就是，这以后没法干了。哼，我们北漂才不会为了这区区几十块钱出卖灵魂。
毕了吧？我觉得我自己有点脑震荡。脑震荡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住院部啊，连卫生间的门口都安排了临时病床。哎，你安排我住在卫生间里面，我都不怕，啊？你不怕，我们还害怕呢。你笑一个。我让你微笑。你这情况很严重的。啊？我怎么了？你应该是植物神经末梢性官能性障碍。植物？我是植物人？那不是。我跟你说呀，简单的说就是面部神经麻痹，表现为不能有哭笑等面部表情。哭笑不得？对，可以这么说吧。那我可以恢复吗？这个因人而异，你没抢券吗？偶尔买一点。每次是不是针对同一个号？有关系吗？你只要坚持买同样的号码，而且一买就要是几十注，你才有可能成为一元大奖的中奖者哟。你买奖券？我能看护的几率跟投奖的几率差不多，你不可能中。我万一这次我中呢？你好，你是谁啊？你们俩不是一起的吗？不是。哎，小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讲理呢？明明是我先打的车。嘿，开玩笑，明明就是我先招的手。好，我不跟你争。师傅，你来评评理，到底你看到是谁先打的车？哎，师傅，你看见了吧？是我先招手叫车的。你都去哪里啊？三里屯。师傅，你去机场吗？什么人呐？对啊，看我不投诉你啊！太过分了！对啊，非投诉他不可。这次不行，哎，你记他的车号吗？如果不是你跟我抢车的话，我就不会这么生气了。你不跟我抢的话，我早就走了。是我先招车的。是我先上车的。你应该让我的。对，我让你。我把整条路都让给你，拜拜。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。怎么可能？当初天天我们不是有说不完的话吗？怎么跟你说呢？打个比方吧，你送我的那双红鞋子，我根本就不喜欢红色，多俗气。我一次都没穿过。鞋盒呢？还在吗？要鞋盒干嘛？选呢选呢。帮你换颜色。你根本就不明白。重点是，你根本给不了我要的生活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算是和平分手吗？嗯，好聚好散吧。希望你能够到男生权利，请出这个女孩，好吗？好的好的，我一定努力，一定努力，努力归努力，有多大努力努力。今天晚上再聚一下嘛，就当做留个纪念吧。这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不好。好。很不好。好。大鱼。去买三包烟回来，谢谢。好。嗯。电池，五节电池，去。尼龙绳，去买尼龙绳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要杀驴绑猪了。
我能看完电视再去吗？执着和不加修饰给我解释一下。No, no. 哦。就好一下下嘛。不好。嗯，真的。哦哦，快快快！对对对。喂，曼汤哥，我忘了问你了，这买救生绳你要多长的呀？这有三米的、五米的、七米的、九米的，要多长？还有，你对颜色有什么要求吗？有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、蓝的。无所谓，是国外的啊，够帮你就好。当一段不属于你的感情结束，我反而没有想象的那么伤心，也许这预示着下一段感情。你忘了一件事？没有啊。哼，不够。嗯，你得去。醒醒吧，南哥，满南哥，醒醒啊！干嘛？你得先去看病。你急什么？我这梦还没做完呢。满堂哥，我都想好了，现在没有啥比治好你的病更重要的了。就算是到了天涯海角，也一定要把你的病治好。大夫，我这病能治吧？首先，感谢你对我们 Klein 诊所的信任。哎，我们是一家美国公司，会为你提供专业的全方位的服务。这个我都知道。不，你不知道。你先听我说完。我们现在要进行常规的化验，请你配合我们先去交费。怎么这么多项目啊？对啊，你的情况比较复杂，我们必须先进行全面的体检后再有全体专家会诊，然后动用全部最先进的设备，在全球范围内采购最合适的药物。那大约多少时间才能有效？对不起，根据法律，我们不能做任何疗效承诺，一切都要依照你的治疗状况而定。没关系，这些体检下来，不包括这个治疗的费用，全。不要多少钱？我估计大概也就是差不多五六千吧。有便宜点吗？其实给你一个建议，你还不如回家喝点藿香正气水，这是中国最好的药。我发现在中国效果最好的就是它，而且它什么病都能治。谢谢。告诉你啊，一定是藿香正气水，比藿香正气液和藿香正气胶囊都管用的。有人吗？
来喽！啊！在这儿。哇！哎呀，别激动！哎呀，看你这激动这样啊，你这工作压力一定很大呀，是吧？哎，你不用回答，一定是。哎呀，所以啊，你很想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对吗？嗯，哎，对，你也不用回答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要想让自己不狂怒、不狂喜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精神层面的疏导，而这个就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的内容。哎呀呀，放下一切吧，兄弟，啊，排除杂念，这样才能解放自己，才能没有烦恼呀，啊。我的情况，正如苏格拉底所说，我们需要的越少，反而离上帝、离主越近。你明白我说的话的意思吗？大夫，啊，我是想说，现在我对什么都笑不出来，什么都哭不出来，就是想过来看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。什么？小郑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啊？上午是进行情绪失控那个疏导，下午才解决其他问题。哦，你怎么变这个法了？下次注意，啊。知道了。嗯，我跟你说，你上次没跟我说呀？哎，你。Namaste。是的，是的。我在网络上找到你们这里的。你已经说了六十多遍了。瑜伽真的可以把神经系统弄好吗？你已经说了六十多遍了。可是你一直没有跟我讲。你已经说了六十多遍了。你今天不用单子吗？你今天不用单子吗？你今天不用单子吗？已经问了六十多遍了。哎，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，买毯子和治我的脸到底有啥关系？说好几波导演呢，还有那个刘小刚刘导演啊，要拍一个《世上没小偷二》。走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车要来了。啊，我算明白了。可是今儿你来，你就是为了不让我上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不想让我见刘导演，对不对？你就不想让我成大明星，对不对？你就不想让我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四胖子。干什么呢你？对不对？对，不讲。
佛山无影脚。哎哎，那你说，满堂哥这病就真没办法了？壮阳，你需要壮阳。人生百病，皆由邪气入体，肾为先天之本，肾精衰退则健康不在。所以说，一切治病的根本就是要补肾，补肾就是壮阳。可不是我有病了，是我一朋友，他那个……哦，他也需要壮阳啊？不是我，老师，我不用撞，我撞着呢。他是那个脸上出了问题，脸上。哎，这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知道吗？有钱。也对，也对。你那个朋友是不是，面子上有问题啊？对，啊，是不是力不从心呢？是是，是不是好多事情都不好意思跟你讲啊？太神了！哎呀，来，先开200块钱的药，保他该出手时就出手。亚洲雄风，他震天吼啊！那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呀？针灸，老神仙，针灸不是少花钱见效快吗？是吧？哎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找谁呀？运针。嗯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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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人举报你无照行医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我们没在看病啊。哦，我们在在玩扑克。给我麻烦了好吗？事情已经很多了，还给我添乱，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？我们就是协助警方比了一个路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不是大事，搞到派出所去了，就算是有案底了，懂不懂？可警察叔叔说这次没我们啥事儿，说下次我们……下次？你说还有下次？下次注意，别再上当就成。哎。哎，啥？别想贿赂，这可是铁蛋找来的偏方，可管用了，包治百病。有那么什么？嗯。以后永远不要再吃药了。好了，死了。好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在家里吃饱就睡，睡饱就吃，然后再吃饱睡，睡饱吃，想桂花的时候呢你就回家去，我就完了，也少了个累赘。哎，说话说话。
架，找大人吵。我真的行，刚才，谢谢你啊。不算啥。刚才你说，说的是什么呀？什么什么？就是什么你行，然后他不行的呀。哦哦，我会说法语，我估计他不行吧。什么跟什么呀？对女人而言，男人的什么是最重要的？诚实。哦，我还以为是。以为什么？没什么。以前真的对你不好意思吧？哦，不会，不打不相识。对了，你还没吃呢吧？啊。
想吃了。为那种人，不值得。我但确定，想知道幸福的滋味是什么？为什么就我一个人不信啊？知道幸福的滋味了吧？姑娘，哎，来了。刚才什么话？哎，好。为什么我这么不幸，但其他人却认为我在幸福着呢？其实，也许幸福的滋味，就是两个不幸的人。在不经意的时候相遇了。你要是觉得不错呀，就先发展着看呗。明明已经有了主意，就别慎着了，干嘛还来问我呀？难道还有我给的红包不成？真是，总觉得离白马王子的标准还有些距离。再说，谁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？看来，我的感情之路又找到了正确的方向。这次，我可要一步一步稳稳朝前走。安全了！这就是你传说中的专用通道。对，现在是我们的专场。哦，灰姑娘陛下。能跳支舞。小心！小心！哎哎哎！啊啊啊！别动！你们俩怎么进来的？以后要注意了，再着急也得走门啊！这次罚款就当一次教训，下次我们就要报警了。不好意思。刚才为什么不跑？干嘛跑？跑了就不刺激了。那你呢？你不是都跑了吗？干嘛还回来啊？那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呢？刚才还挺冷静的嘛。想不冷静也不行。不过说真的，你哭笑不得的样子挺酷的。我觉得你的骨子里有一些东西是现在社会上很少见的。什么？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。你就打算这样一直过下去吗？没有什么伟大的梦想要去实现的吗？梦有很多，可是从不敢想。乖，哎，你别光愣着，这车呢就跟女人一样，你要哄她，你要哄她，屁颠屁颠的。
宝贝，你是最棒的，好。齐乐，就你这破车，自行车才不如，还宝贝了。宝贝，来，快点，争气，来。宝贝，行动。宝贝，不乖。这车子，有时候就跟男人一样，欠管。到了，这就到了。记住啊，这个养老院和别的不一样，他们都是智力不健全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都说了60多遍了。每次来到这里都很开心，觉得他们都在等我，都在需要我的特长。你是说因为你做这些，你还蛮厉害的，没想到你居然还会击鼓传花啊。小时候的游戏我当然记得住了，那时候我们玩的最多的是滚铁圈，嗯，还有拍洋画，嗯，你知道吗，我骑马打仗挺棒的。喂，那你会不会玩跳房子啊？那是女孩子玩的，我不会玩。我也没怎么玩。为什么？我小时候不太合群，我们班上的女同学都不怎么喜欢我。那是因为你太受男同学欢迎了，太优秀了，不像我，我除了做鬼脸以外什么都不行，我现在连这个也不行了。你不觉得你也比那些老先生老太太要幸福吗？幸福是幸运吧，我们只是比他们幸运而已，不是吗？你敢说在心底里我们能比他们更幸福？那也是，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怪有深度的嘞。听着怎么那么像骂人？哪能啊，你那天不是还在说法语的吗？是啊。马西，麦当，bonjour， salut。什么意思啊？先生、女士，你好，再见。哎，问问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其他的？还有什么其他？就是除了打招呼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的话吗？好虚伪哦！你就是想问，我爱你。那你会不会说嘛？到底会不会啊？太难了，不会。
喂，莎莎。哦，安娜要结婚，请我帮着搞个告别单身 party。哦，我在，没事。哦，这种告别单身派对，我最拿手。没事，好，拜，拜拜。找谁啊？你，喂，王二宝，你快出来，咱们说清楚。你是桂花？你是马堂哥。没联系。别多心啊！王二宝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这么多天也不接我电话。他没回家。嗯。我知道他去哪儿。横向的人一撞，咣啊一，一愣，看着他，完了师傅啊，这有纸啊什么的。这我行，这我来，导演这我行啊这。哎，这个人必须他得有。你跟导演说，你跟导演说。二宝。嗯，表情不错，行，让他来演吧。结婚前夜的疯狂 party。已经不再是男人的专利。我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剩女聚会，尽管如此，安娜的这个告别单身的 party 还是让我倍感压力。毕竟是莎莎介绍了这单大生意，钱固然重要，表现更加重要。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吗？这时候男朋友都很高兴地说，你是说今天晚上咱们可以做别的事情了哦。Ha ha ha!
我就是由快乐王子变成的木偶。以前都是我让大家开心哭戏的，可是今天偏偏轮到我哭笑不得。只要你找到一个深爱你的公主，那什么，啊，你一和他结婚，你就可以解除魔咒了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于是，他开始了寻找之旅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有房子吗 ？House。那车呢 ？Car。那你总得有些 money 吧？你把它种在后面，等它长成了一棵挂满硬币的树的时候，我就嫁给你。木偶虽然很沮丧，但他依然在寻找。嫁给我吗？啊，先生，请问你是海龟吗？我像吗？那你有高级职称吗？我这样子看起来有高一点吗？你总得是个特级厨师啥的吧？厨房是啥样我都不知道。哎呦，没有关系啦，那就等您出国留学回来，评上高级职称，再拿到特级厨师证，我们再谈恋爱吧。哼，拜拜。木偶再次感觉到了沮丧，但是他依然继续的寻找。快点，他抵了，干嘛呢？你赶紧给我拽一下，拽一下，拽不下来了。我在寻找呢。我在寻找中。我在找。你蹲下来，我在蹲下来。快点，上去，赶紧。来了！哎，我继续找。继续找，找，找。下去。你就是网上。
你长得可真不咋地。你这坑爹的小模样，你还敢挑我？哦，那那那那那，人家的屁股好翘呢呀！哇，看不出你也挺有货的。那怎么了？天凉，随身带着坐垫，没有办法。哎，你的兄弟姐妹是 CEO 吗？那你的朋友中总得有些公务员吧？都没有。咱爹这个国王可以为所欲为吗？My gosh！ 那以后再跟别人拼爹的时候，像我这么翻身的人肯定是 no fashion 了。你，没关系，没关系 ，hold 住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，一秒之内变爷们儿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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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好意思，跟你开个玩笑。待会儿我在海滩上有一个化妆的 party， 拿你彩排一下。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你一定不知道，如果你和他结婚了，在你变成王子的同时，公主就将替你变成木偶，成木偶，木偶。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这不是真的。如果爱一个人，就让他毁灭的话，我宁愿让这一份爱跟雪一样，埋在我的心里。善良的公主，你应该有一个更完美的结局。木偶离开了心爱的公主，她永远都不能成为王子了，她永远都不能哭，不能笑了。但他却突然感觉到了快乐，因为他的心中充满了爱。就这样完了？那后来呢？虽然这不是完美的结局，但这是最美的结局。那公主不也成圣女了吗？哎，她是不是圣女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喂，反正你明天就嫁人了。就是啊。对啊。大人，我是冤枉的。大人，我是冤枉的。
来试试吧。接着喝，你也少喝点儿。这没事，我没喝过。出息。不是说安娜明天要结婚吗？为什么骗我？钱我照付哦，就是对你的努力付出所做的回报，这跟欺骗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们女人。以为有几个钱就很了不起吗？一定要耍着男人玩吗？这么严重吗？当然，你忘了，你自己说的，最重要是诚实。你干活我付钱，这跟诚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不是要看吗？你能不能冷静一下，听我说两句啊？好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可以说莎莎没有跟你说实话，可你知道实话是什么吗？实话就是一个女人为了帮你找回自信，她放下矜持，拿出积蓄，找来我们一群朋友，跟你过一个她认为很美好的夜晚，这过分吗？最重要的是，她还拒绝了她老板的求婚。其实你应该想想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什么样的女人值得付出？她一定是懂得迁就、端庄文静、懂得温柔和理解。关键是，她也懂得付出。你别喝！哎，你们看外边怎么了？有人点蜡烛。好像还是满堂哥。满堂哥，满。其实，小时候，我玩的最多的，并不是骑马打仗，也不是滚铁圈。我玩的最多的就是吊房子，没错，从小我就是个懦夫，所以我一直用笑来掩饰自己。我更加是一个不会笑又不能哭的懦夫。
凑起来，你也希望有一个人陪你的话，如果凑巧你又不嫌弃这个人没钱没车没房没有太大本事的话，我想告诉你，我能陪你走下去，我愿意陪你一起跳房子，一起跳到不能再跳的时候，我可以背着你跳。这句话就是莎莎她走了。你别哭了，赶紧去追啊，说不定还来得及。哎，别拦着别拦着，满堂哥你会哭了，你好了，会哭了。哎，你再试试笑笑。这个时候怎么笑？笑啊。碰巧我想要玩跳房子。莎莎，莎莎姐，我也碰巧，我要找人陪我玩跳房子，可是。我又特别在意，这个人没车没房，没本事。所以，我决定陪他一起存钱，买车买房。我要跟他一起哭一起笑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刚学会了那句话呢，怎么还不说？好虚伪哦。你就是想问我爱你。那你到底会不会说嘛？热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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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爸，妈咪，妈咪，爸爸，爸爸，来来来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妈咪，爸爸，妈咪，你看看，好乖了，让我放下。哦，当心，你放心。你放心，宝宝，我不信。来来来，我来。哎呦。在，真有眼光，哇！我再抱一下。OK OK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爸爸，啊。
啊，不要吓哭啊，我很辛苦的。来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很奇妙、啊。再抱一次，再抱一次，拜托。不要啦。再抱一次。OK。再抱一次。那，当心。干嘛玩我儿子？小倩。你们俩真是，都那么喜欢孩子，干嘛不自己生一个？反正攒够500万，就跟他结婚呗。50万可以吗？500。